及你，能飞多远你就飞多远。我首先我要感谢这个月份恭喜阿贝考上那个街头艺人。嘿嘿嘿，阿贝请坐，阿贝请坐，阿贝就多爱来，请坐。阿贝对那个口琴很热情，他把那个热情传给我，然后我也想要学，就是他有机会想要学口琴，然后听那个阿贝吹口琴，然后都会觉得快乐。然后希望阿贝当街头艺人之后，可以把快乐传给更多人，然后让更多人认识口琴。然后再次感谢阿贝，然后祝福阿贝考上街头艺人。谢谢世轩。